大家好，我是虫子，今天带大家来到广东汕头，这里是潮南区成田镇，在我身后这里啊，有一个宋代名墓，名称景鹧鸪，现在就带大家来这个名墓这里参观一下。走在这个名墓的一个墓道这里啊，这里绿树参天，在前面这里有一条路叫做丝竹路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宋代名墓景鹧鸪这里啊。可以看见这里有个山门石，上面写着"丝竹路"，然后在这个山门石旁边，这里写着"文物保护单位"，镇有墓。走在这个宋代古墓的一个墓道这里啊，这里有个石头。在视频两边，这里都是一些参天大树。走了一段不是很远的路，现在终于是来到这个古墓这里了。在视频前面，那里有个墓志简介，